我们 Bridge 第一次在节目里面说中文，所以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选择说中文而不是说英文的，那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嘉宾本身是会说国语，然后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知名的政客。那我们就在呈现的门口，在他这个家门口最近的这个地铁站等他出来，然后一起走他的这个上班路。Yeah. Please say hi to the camera. Hi. Yeah, she's the, like the most popular security staff from here. Thank you. That's a mic. Mic for the camera. Oh, it goes to that. Oh, okay. It's not any like your dangerous like, stuff. Do you want to check that? Just curious.我们正好今天也请到 Gary 跟美少一起去搭这个呈现上班嘛，然后 Gary 正好是这个 Chinese Community 的 Advisor，然后也是帮咱们 Campaign 做了特别多这个关于华人群体做了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市长国语最近练得怎么样？还可以。您今天穿紫色是这个特地为了节目穿上您这个代表颜色是吗？哎，我们现在我很久没有去 Dry Cleaner。请问到底是在期待什么？对 ，Gary 昨天还跟我说那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您那个 Twitter 的那个账号不是叫 Wu Train 吗？之前那个 Wu Train 的那个由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别有意思。Wu Train 就是因为咱们市长的这个 last name 是吴，所以我们吴吴这样子。这 idea 是您想的吗？其实从小就是我的 nickname。哦、oh, ，你的 nickname 就是 Train 吗？就同学管你叫 Train。对，因为我们。长大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多就是有吴的或是雅裔的也就是这种名字，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奇怪的事情变成一个特别的事情。好片儿，就是他当时在那个车顶上竞选当天，这个也是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工程的那种感觉。把这个 truck 装了以后，然后再全波士顿在每个竞选站我们都开，非常美好的回忆。对，影响很多。对，希望我们这些小伙伴在你四年竞选连任的时候，我们才能再聚在一起。对，然后 Gary 再上一次车顶。这次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新车顶？就是换一个更大一点的 truck。火车好了，还没切车，那不饿吗？每天这么早来上班，还没吃早饭，习惯了啊、哦。早上很忙，早上是把两个孩子的学校的 uniform 弄好，然后对，还要照看孩子。哎，您 husband 不帮您做，帮一点点。他们的学校，我们波士顿学校有三个开始的时间，七点半。7点半、8点半、9点半，差不多。Oh. 对，我们在最晚的这个学校，所以我的 husband 他我离开家里的时候，他会带两个孩子去上学。哦、oh.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政府或者政治方面，就习惯这个压力，但是对于家庭或者。其他的朋友压力还是很大。您为什么就是选择咱们这个 MBTA 做每天这个通勤的方式，就不是坐警车去 City Hall， 都选择 MBTA？ 其实因为我们的 traffic 很紧，做 MBTA 也是最快的方面。而且我觉得我们的 administration 应该是就是和所有的。波士顿的家庭一起走，一起，我们的经验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还是觉得说坐这个车不是说为了低碳，是为了因为 traffic 太挤，是这意思是吗？也是，因为我坐车子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可以打电话，可以有其他的Zoom meeting 这样子，但是。我坐地铁的时候，所有人
每个人都可以来跟我讲一下他们前天的问题或者希望。相当于是一个 office hour。 小贺市长戴了口罩，但是很多人还是认出了。我们摄像机都在，我们波士顿能拍这么多摄像机的，好像只有市长一个人。对哦。像之前您弄那个800万，把这边三条那个 bus line 搞 free 了，这个其实当时很多人是有点惊讶的。对，力排众议做这个事儿，您当时怎么这个决策下下来的？以前就是和巴士顿City Hall住得很近，但是搬到巴士顿以后，每天都需要不然是坐地铁，坐commuter rail 或者搭其他的车子。这时候 commuting 就是很困难，然后我的经验就是一天也需要带两个孩子去City Hall搭那个 child care， 然后我们就是知道public transportation 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大的一个burden。 所以我们挑了三个最常用的最常用 bus line， 对，也是三个，就是和我们infrastructure 的 changes 的 routes。 所以在 Columbus Lab 和 Google Lab 我们现在有 dedicated bus lanes， 所以这些可以就是可以让大家看见说我们如果有比较多的人能够搭汽车的话，我们大家都比较会好。咱们那三条线其实有，不知道是不是有特意考量，就是有穿过这个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的那个聚集区吗？就你有特意考量说这个一定要穿过这些个就是少数族裔的这个群体？其实少数族裔的地区就是也是最用我们 MBTA公共汽车的这个。而且市长，你现在其实推行的很多政策的话呢，在我们目前来看，可能就说可能在美国觉得有点就是比较前卫一些，就我们所说的这个进步派。但其实反过来的话呢，如果这个行动的其实如果这个是对的话呢，其实美国很多城市可以仿效。就其实你是一个，我们算是一个是先行者，对吧？那其实上还有点对对，但对我们来说，很多人华人其实认为你是因为你现在还很年轻，才38岁，所以现在还37岁，37岁。所以现在还37岁，37岁，还有几个月，Gary 给人家讲大了，对，才37岁。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你有在政治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大的一个抱负。那比如说，能把波士顿这个城市管理好以后，来跟像这个比如说 state 啊，或者是像 federal 的，所以我们其实心里面有一个默默的一个期盼跟那个祈祷，希望是以后会成为美国第一个华人总统。真的？Gary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Gary 想您在选这个 state 的时候再当这个 Chinese Community Advisor。如果您选 state， 再找他是吗？其实波士顿城市的历史一直都是这样子，第一个往前走的，永远都有第一个，要不然是公共教育或者图书馆，我们全国第一个公共的图书馆，或者Boston Common 第一个public park。 对，还有第一个学校，对吧？公立第一个学校，包括哈佛大学也是美国第一所大学。我们波士顿中文广播电视台也是第一个找市长在地铁上采访。我们也是算一个其中一个第一。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市长是第一个Asian female mayor 在这个地方。那会出台什么政策就有利于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很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有比较多的就是 anti Asian 的经验一定要第一就是比较多的 accountability， 但是也是很非常非常重要，有比较多的 visibility 因为我们的亚裔的代表性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区别the gap is very big 所以我们现在在2022年已经
和2013年比，我第一次竞选那时候有好多，现在有很多亚裔的代表，也不算是很多很多，但是和那时候比的话，现在已经有Nina Leung、Maria Robinson、Tram Nguyen， 就是非常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的 momentum 很大，然后就是一直要继续有在所有的 sectors 有这种代表。不过您之前说的那个就是做 vaccine 的这个 mandate， 引来了很多的 protest， 对，对，这个部分也不是住在波士顿的，哦，不是波士顿的。其实我们刚才想，我们也组织一群我们支持你的，也站在你家的门口去支持你。那他邻居更睡不好了，两拨人一起创业。邻居本来说只有一拨人，现在又来了一拨人。最近是不是邻居反应好一点？因为你的新的ordinance 下来以后，是不是反应好一点了？不吵了是吗？对，现在是第一次有7 days in a row，一个礼拜没有人在外面，也是四个月的。对，大概每两三天都有人。咱们设的是时间段吗？不是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现在是9点。哦，现在是9点，但是他们不会在9点钟来。哦，9点之后我一知道你不在是吗？他们就是目标是就是打搅大家。哦。所以他的 target 不止你一个人，还有你的邻居是吗？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点危险的一个条件，就是现在有人觉得，如果我不喜欢这个竞选的对 result， 我会就是一直反抗，一直反抗，一直反抗，然后去打搅人。而且还有一些小报说，那个您因为这个就职压力患上这个恐慌症，然后说住院了，什么这个是假消息。他们现在我们家的经验是和这个精神方面的困难，我已经照顾妈妈照顾很多年了。对，我如果需要，我觉得某个人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一定要去找帮助，也不应该觉得shameful 或者不好意思。但是这个就是传统上就是反抗女士的对，您觉得是因为这个女性的这个太too fragile, too emotional 这样。你有没有意向参加什么运动会啊之类的，来证明您这个身体方面 OK 的？可以参加看看什么学校？其实长大的时候一定有我们练柔道。练柔道哇！现在还有在练柔道吗？不再练了。因为现在有那个 security， 两非常安全。我看到你现在新请的这个 chief staff， 就是你的这幕僚长，还是也是华人对吧？对，所以是女生，很优秀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台湾侨胞。对呀、啊，对对。我觉得他就感觉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可能会在工作一起，可能能够碰出很多有意思的一些想法、工作热情。所以证明也其实包括你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以前的竞选网站了很多的这个信息上都是有中文，其实也说明其实你对我们亚裔啊都很关心的。我代表所有的亚裔感谢你的关心，蛮具体的。对对，我们是不是快到？我看 security 过来了，快点，我们下一站 politics 方面8:54现在到了。咱们现在这边是 state 站下来，一个离 city hall 非常近的一个位置。欢迎！这一看，市长就是喜欢采光的，通体透明。There you go, Michael. So we're so glad we're here again with Michael and Gary. And so, how about today, Michael, with us and from the Forest Hill Station and to City Hall and then come back here again? Yeah, it was great. The mayor had a great time coming in to work with you all.Discussing her day as mayor and what she's trying to accomplish as mayor of Boston and deliver for the residents of our great city. And so
you all were able to get an inside look into uh-huh. how City Hall looks, how her uh-huh. office works, and her staff is set up. And so yeah. we had a great time having you all here. Yeah. As well. It seems like you have a photographer there. Yeah. For your own. I have fans, I guess. Yeah. How about Gary? How about yes. your feeling today? Exciting. I think I see that the nice mayor, she's very close to us. I think she's important, right? You can deliver the voice of the mayor and she listens. I think she's very important for our community. For sure. Yeah. Maybe we can have a chance in the future and talk with Michael and his colleagues and together. Yeah, about any like future good things, not like today. Yes, so tight. City Hall is always open, so yeah, glad to have you all back. Yes, it okay. is always open for every residence in Boston, right? For sure. Yeah, so I think we got a very happy ending right now. Yeah, happy ending, yeah.